我们是在今年7月份搬进来的。我是安徽人，我老公是江苏人。我跟我的老公还有两只猫，现在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面积是300平方左右，房租是每个月7500块钱。之前的房子是89平方，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够用，所以我们就是很想换大的房子。当时我看到这套房子以后，它有300平方，我觉得暂时不太可能近几年内买得下这套房子，但是我又很想住进来，所以我当时就决定租下这套房子，觉得这样子生活压力也比较小一些。就有的朋友说我们家的中庭像和平饭店，有可能是毛坯版的和平饭店。它原来就是一个纯粹的办公空间，把整个空间都刷成了白颜色，基本上保留了整个房子原先的结构。客厅、餐厅和厨房做成了一个整体。4个房间，一个是我的主卧，两个是客卧，还有一个作为了仓库。我们家的房子属于毛坯精致风嘛，就是它硬装其实非常毛坯，但是软装又还比较偏精致。因为这是租的房子，硬装大概只花了5万块钱。硬装的东西是带不走的，它越简单越好。我们家的花费比较少，家里的沙发、茶几还有主卧的床是从之前的家里面带过来的。定制的家具包括厕所的一些架子和台面大的餐桌、椅子，都是我跟工厂直接订的，那这样子也节省了大概1到2万块钱的费用。我们家没有柜子，基本上都是用货架、搁板、开放式的衣架来代替的。因为这个房子很大，不用特别的去设计一些集中的收纳空间，反而是我会把收纳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做，其实这样更容易存放，更容易储物。主卧有一个比较小的阳台，然后我们买了木料，然后钉子，自己把这个木台搭建起来，性价比很高，才花费了不到1000块钱。每天早上起来有一个小的阳台可以吃早餐啊，晒晒太阳其实很舒服。因为每个朋友他们都有自己家的风格，之前的话我们会轮流在每一家做客，可能我们家因为太小，所以去我家做客是最少的。现在换了新的房子之后，大家反而最喜欢来我家，可以一起做饭啊，一起喝酒。这个房子我跟房东签约3年，约定了5年的时间不会租给别人，之后也能会喜欢一个全新的风格吧。